吃油腻的食物吃得多啊，油水特别大，喜欢吃肉。大家注意啊，你要想造病啊，你要想把高血脂啊，尤其是癌症啊，癌症里边的结肠癌啊，你要想造出来有秘诀啊，你顿顿吃肉啊，顿顿吃肉，这个癌症很快就造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我说的，美国2010年健康白皮书上说的非常清楚，这个结肠癌跟这个肉食关系极其密切。所以说美国的结肠癌患者，医生人都跟他说了，终身吃素吧，你就啊，结肠癌、直肠癌跟这个素食关系肉食关系密切啊。所以说呢，吃肉吃多了，不仅是容易得结肠癌，而且还容易得什么呢？得高血脂啊。得了高血脂之后，这血液里边，人家正常人流的血都是清澈的，流速啊都是匀速的，你这块流的不是，你这块流的全是混浊的。有一些企业家去做体检，一抽出来半管子全是乳糜血，里边是什么呢？全是脂肪啊，脂肪粒啊，啊，这些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水管里边流的全是脏水，时间长了之后，这水管都生锈了，那些脏水都挂到这个水管内壁了，啊，血管内壁啊全都堵上了，全堵住之后啊，就变成什么心梗啊、血栓啊、斑块就出来了。所以说预防心脏病，第一的不能生气，第二的饮食要清淡，第三点要早点休息，第四的要多运动啊。